当三种身价暴跌，颜色不一样的缅因，你会选择哪一只？第一只就是凯米尔色奶油缅因，整体奶油色很干净，比起银黄缅因的霸气，凯米尔色就显得很有气质优雅。多少钱？3500。你研究一下多少钱这个？你说的这个是海瓜，说吧，开个价我听听。对，3000。这个价格不高，如果不喜欢太霸气的，这个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第二只就是红虎斑缅因，整体大致红色毛发，嘴唇和下巴也有白色的时髦，样子也是非常可爱。2500。2500，最低多少个？2200是吧？这一身热情似火的颜色有没有吸引住你？第三只就是纯黑缅因，要说前两只是优雅和可爱的缅因，那这只就是霸气缅因的代表了，整体纯黑无杂毛，六指大脚趾。几个月？4个月。多少钱这个？8000。最低多少大哥？最低多少？5000。5000。对，这可是俩没有价值。一口压下3000块，说你实诚呢你开价8000，说你不诚实呢你又一口降3000，做生意还得看你，不过价格也不高，直接带走。